今天有几个姐妹给我发信息说，默默给我剧透一下明天你直播的时候必入的款都有哪些。那首先就是我身上这一套，真的特别值得大家去入。这套呢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打版做的一个醋酸的套装，整个料子呢属于是特别清爽然后又柔软的，衬衫呢比较有设计感，大大的蝙蝠袖，加上它后背呢带一些收腰的设计，从后背看起来的话就拉高了腰线。裤子的话就是这种宽宽阔阔的甩腿裤，小个子女生的话其实可以把这个裤子裁短一点穿都可以的。很多女生会担心说这套衣服夏天穿的时候会不会闷热，一丁点都不会，因为它整个料子看起来就属于是那种又丝又滑又软的那种感觉，哪怕是你到39度40度的时候穿也不会太闷热的。给大家看一下整体感觉来。这套呢一共是有两个颜色，一个是我身上穿的米色系，一个是黑色系。整套上身的感觉是那种松弛感，然后还有那种贵妇感哦，大家一定要去入。